刘毅儿出发前往非洲邦交国施瓦季兰关怀当地贫困儿童，三社自脸书。记者吴婉婷台北报道，家福基金会在国外认养服务迈入第30年，今年特别邀请艺人刘毅儿担任代言人，昨晚飞往非洲邦交国施瓦季兰关怀当地贫困儿童。他特别为此行准备许多互动游戏，像是踢足球、跳跳绳、滑板以及棒球，希望能够打破语言上的隔阂，陪伴施瓦季兰的儿童。刘毅儿除了实地前往关怀陪伴，也期待借由自己亲身体验施瓦季兰当地的需求，希望让大家看见生活在台湾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并且了解到世界上的某一角落中有人正在和生命奋战。刘毅儿也在脸书写道，施瓦季兰的小朋友们等等我呀，带着满满的小礼物飞过去咯。家福基金会国外贫童认养资讯可洽04-2206-1234，转分机157。刘毅儿准备许多小礼物要送给施瓦季兰的儿童，家福基金会提供。